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特质和潜能，只要有适当的机会、辅助工具和支援，残疾人士同样可以发挥所长，贡献社会。健康蛋就将会在7月12号开始，逢星期二就上载合共9条影片，分别就会介绍为残疾人士提供就业培训、支援和配对的政府部门、企业以及非政府机构，让大家更深入了解不同界别如何协作支持聘用残疾人士。我们会听下残疾人士在各行各业展示自己的才能、发光发亮的故事，以及公众如何鼓励残疾人士就业，促进共融文化，拥抱共融社会。你和我都做得到。7月12号开始，我就会上载这个系列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